敢讲到最大，但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一个冒险，就是我一个韩文字跟一句韩文都不会讲的状况下，我就自己拿着行李跟滑雪板就去韩国滑雪，然后我连我自己要去的城市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我就这样子去冒险。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目前挑战最大的应该是去极地健行，完全没有收讯，然后要自己带这七天当中自己所有食衣住行的装备都要自己背在身上。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热到让你只穿一件薄背心，但晚上的时候是会冷到我们隔天起来下雪。那一趟结束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惜福了一阵子。就是连一颗水煮蛋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珍贵，不管是体力上或者是生活上都有新的领悟。